家人们，你们那里冷不冷？曹老师，我这里3度。然后在看纪念小姐姐之前呢，我先宣布个事儿，就是我决定开始在学校里做原神的代干啊，因为我的有一些学生他也玩原神啊，到时候我打算啊让他们帮我打单子，然后我就请他们吃两回肯德基，还不用发工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这算不算雇佣童工啊？哦，这泳装原神 cos 啊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好眼熟，好像是汤面贞子是吗？怎么那么多马赛克呀？我真的曹老师在这呼吁啊，如果是艺术请不要打码，如果你需要发福利那更别打码。嗯，这是什么奇异的视角啊？脱帕，哇、哦、有细节，同学们，有这个 cos 有细节的呀，可以，哇，求 ID， 求 ID 好吧。啊，等一下，忘了说了，大鱼如果遇到喜欢的小姐的 cos， 记得给苍老师点个赞，把小姐 ID 放在简介里，然后看到脱帕我就来气，真的，我本来辛苦攒了一个月的原石207星穹，硬气一个保底，还歪了个白鹿，真的，你害哟，你害人啦。嗯，神子，啊，什么广东枪术，加速干嘛？不是这种视频的类型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？我就问你们广东人都喜欢看这种类型是吗？然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，创始我的视频粉丝里 11.4% 都是广东人，如果本期视频他点赞率也过 11.4%， 那我下期再给大家整一个你们广东人最爱看的啊，原神版的 ASMR。 嗯，这哪个角色啊？绝版角色是吧？好帅啊，这个白腿，哇，不愧是绝版角色呀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开玩笑，本来想抽有辣的，但我已经把原石全打给胡桃了，真的，我现在一滴原石都没有。然后我偶然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能刷原石，然后我沟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啊带杆，就是手打出来。然后我一想，正好赵老师晚上也没有事，那么我也可以帮大家手打呀，是吧，我还可以直播打，反正大家啊有这个需求都可以来找苍老师啊，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的闲鱼账号，名叫做和 B 站同 ID 苍老师来咯。嗯，哇，等一下，他叫二名，等一下，哇，好尴尬，这希尔太像了，哎，完了，我现在雌雄，不知道现在弹幕里有没有家人是希尔族的，可以用紫色弹幕打上一个我在。然后这个小姐又发了个新视频啊，咱们顺便也看一看吧。